面请欣赏春雷音乐学校的《明月合奏》《雨碎江南》。二胡、竹笛、古埙，将我们带到小桥流水、青石绿瓦、烟雨人家的江南。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古典吉他演奏家李尔东。李尔东老师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古典吉他专业，在乔治亚哥伦布州立大学硕士毕业后现留校任教。古典吉他和民族乐器会碰撞出怎样的江南呢？请欣赏。